你还是赶紧从这里逃出去比较好。能逃的话早就逃了。一楼的有个有点奇怪的某 Gecko 先生，说要到上到底层，据说，往上走的话，确实能够回到你所希望的那个世界。哎，是真的吗？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有点奇怪的 Gecko 说的话吗？啊，我还以为被骗了。妈，也不怪你，那些家伙跟他们那些家伙一样，都是某 Gecko。妈，加油吧！如你所见，我带着脚镣，身体不能动，明天就是死刑了。有人要睡觉了，晚安。死刑，死刑哦。哎，因为我是异端者，所以没办法。所以应该快逃的人是你吧？已经很努力抵抗过了，无所谓。再说拿掉脚镣，挡不掉。如果是这个钥匙的话，这个钥匙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你，哎，怎么了？什么地方拿到了？是的，楼下的生火腿妖精给我的。是吗？是那家伙。这个借我一下。好了，还给你啊！脚镣拿掉了 ，Thank you 呢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拿掉脚镣。反正我也很闲，就帮帮你吧。哎，你的逃出计划，异端某 Gecko 成为了同伴。他会个什么龟派气功之类的技能吗？他有30等哎，好强哦！看这异端某 Gecko 看起来超级强哎，日本刀，这种东西是装备吗？就算把这些拿掉，你还是很强哎。这两个竟然是你的装备，哎，细叶什么时候多了两招了？安安，安安，为什么不可以杀人？这些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？那是龙猫吗？内裤的噩梦。按钮，想去按看。
啊，怎么了？掉了，好啦，就是想按按看，呵呵。手真无法度。这边去哪里？要去上层的话稍微有点麻烦，有楼梯的楼层其实只有一楼和二楼而已嘛。说起来三楼是靠爬梯子的，为什么不造个楼梯？因为他们太饿了，没想到这种事。也喜欢生火腿。到了吗？来了吗？好久不见，血之精灵。难道你还活着？不，本来是要死了，不过这家伙救了我。嗯、啊？哈？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去楼上对吧？是的。果然，小心一点，在那边有那个在。我知道。哪个？这是我的使命，这家伙可以把你们传送到上面去。多谢了，少女。是。愿你平安。好吧，愿我平安，走吧。
西野好慢啊，应该是没有直接绕路直接回家、啊。喂，妈，西野他还没回来吗？是吗？但是没关系，他绝对会回到我的身边的，绝对。四楼，某个子的独裁社会。其实我越来越搞不懂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。太好了，哥哥没事。太好了，哥哥没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个死掉了，为什么？传送完之后就死了。某 gecko 真是让人恶心，连我都有点受不了，真是恶趣味。安安，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某个雪人。我的心也是，干我屁事。死掉了。被斧头砍到真的很痛啊，是真的，不过斧头还挺好用的。太吵的话他会生气。谁？安安。他们好像都很怕什么东西。好，不动了，有人要睡觉了。好吧，晚安。吼、oh! ！是你杀的吗？这一层的某 gecko 们好像都不太走运，感觉大家都很悲伤。是啊，从某方面来说，这一层是最可怕的。哎，也是呢，差不多该给你说明一下比较好，边走边说吧。这一层被某个人物支配着，某个人物。没错，是某 gecko 某 gecko 子。你
说是 Mogeko 支配着 Mogeko 吗？不对，不是 Mogeko， 是 Mogeko， 只是字不同嘛，好麻烦，所以对我说也没用啊。那个 Moge 只是非常坏的人。喝一口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竭力避免与他接触，胜率几乎是零。那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不知道，那家伙的一切都是个谜。但是确定的话，就是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正常。普通的某 Gecko 精神状态也不正常吧？还有他会把不喜欢的人绑在十字架上，慢慢折磨致死，这种变态的兴趣爱好。然后会把那个人的肉吃掉，露出很心醉神迷的笑容。简单来说，了当的杀死还算好，可是那家伙喜欢把人折磨致死。妈，当然我也没见过那家伙，但还是略知一二。那家伙的行动模式不明，要谨慎前进。好恐怖哦！某鸡子。嗯，看招！哎，渣渣去死吧！呼，把玩具弄坏真是开心啊！嗯，啊，有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必须欢迎一下才行呢。摩给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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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。话说现在几点了？哥哥他应该已经回来了吧？不过我也不知道，这世界的时间还是和原先一样吗？我还是没办法去相信这些都是现实。哥哥好想早点见到你，还是心里也没变，呵呵。要早点回去呢，哥哥还在等着。不是空间的，对吧？啊，是的。但我还是很在意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，不知道。玩完这个游戏之后，我大概一阵子都不会想再看到这种黄色的不明物体了。如果有戴口罩来就好了。哎，前面有难闻的腐臭味。已经遇到异端嗓了吗？对啊，已经遇到异端嗓。OK， 只要不在啊，但也不能大意，说不定他已经注意到我们，也可能没注意到。Holy shit！ 哦哦，还真是残酷啊！
这边。我也没事吧？哎、啊，算好，振作一点。这层有电梯，就在那扇门的对面。有电梯耶！你们不是刚才在放梯子吗？貌似是某给子下命令安装的，真是独裁主义。不过太好了，总算是找到了。那么某给子发现前，赶快走吧。在叫我吗？某给子来了。我。啥？哎、欸！我还以为又是另一只某 gecko， 没想到长得还蛮可爱的。啊哈！你好啊！哎、欸！欸不好，是某给子。哎、欸、，Hello Hello， 你好啊，我就是某给子。虽然你很喜欢生火腿啊，但是我也喜欢马卡龙和棉花糖的。也很喜欢睡午觉啊。这家伙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我们行动的？哎、欸，嗯，可能从最开始就注意到了吧，某给给。可恶、啊，居然大意了。你是不可能注意到我的吧？人家隐藏自己的气息呢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发现呢？Gecko， 这家伙真的是某给子吗？不就是个普通的女孩子吗？小姐，不要被外表表象迷惑了，这家伙他，哈哈，高中女生好可爱哦。喂，你喜欢某给子吗？这么直接，喜欢吗？哇，就算你这么说，我还有哥哥呢。你说什么啊？既然你不喜欢某给子的话，那你可以去死吗？什么？干嘛、啊？想妨碍某给子吗？可恶，你这个怪物！哇，某给，我心里有点不爽啊。啊？哦，杀了你！真是个奇葩。那个，喜欢某给子的人呢？某给子也喜欢他。不是这样的人的话，就去死吧！能够按照某给子去做的孩子呢，喜欢，不喜欢的话就把他的那张弄坏去死掉去。哎、欸，啊！每个人都这样，当然你哦，让你痛苦的去死喽！我给指成人变，我想杀了你呢！哦，这某给子好烦哦，给子换。这家伙不太妙，小姐快跑！我们两个干不掉他吗？是玩捉迷藏，哈哈！我要追到你死为止。看这段怎么到底怎么回事？别停下来，快逃！又是这段吗？什么？哦，又要重新看一遍剧情了。
被撞到会怎样？其实也不会怎样。某哥哥，嗯，好了，这一群像月饼一样家伙，月饼一样家伙，整个莫名其妙，有没有？又要逃了，别停下来，快逃！什么？里面有很多情色玩具。
如果拔掉它的尾巴。金色玩具去把它砸坏行吗？安安，这大概是俄罗斯魔鬼。是吗？我的名字是莫盖科夫哈斯哈斯基，我被莫盖子绑架过来，监禁在这个房间里的，给你道谢的人类。刚才才不是在哭呢，绝对不是，分明就在哭。算了，我的部下们应该也在找我呢，不回俄罗斯不行。哦，你就是他们所有那个将军了、哦，人类哦，这个给你吧。免罪符，那么再会了，我们在西伯利亚见面吧。免罪符是什么东西啊？保留到结局吧。什么啊？刚才那货，谁知道呢？后面那是耶稣万圣母玛利亚吗？安安，原来还有尾巴哎、欸！我现在才发现某 gecko 有尾巴。哎、欸，你们的书上除了放小博本，你们还会放什么？好犹豫，某 g e 真的书上只会放小博本。大概等一下哭一哭自己会爆炸吧，他就说什么某 gecko 只要看到恐怖的东西干嘛什么都会死。某 gecko 那怎么每个某 gecko 都在哭？嘿，我的剑你用吧。这里的某 gecko 让人觉得很可怜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吃的都拿走吧。恐怖的书。他的房间明明看起来这么可爱，这是什么？异端某 Gecko 先生在想，你怎么都见不到人，原来在这里啊。哈斯欧，没想到连你也惨遭某 Gecko 的毒手了，某 Gecko 的毒手，好久不见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哈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我也没注意到会被抓住。这说来就话长了。继续说啊。大家知道了吗？火腿生火腿之神一直都在守护着我们哦。那大家一起来祈祷吧，向我们的神。哎，哦呀，你就是哈斯吧？嗯，我要好好好好的疼爱你。之后，他就把除了我以外的某 Gecko 们全都给杀了。哇呜！来吧，到我这边来呀、啊！小哈斯好可爱，今天玩什么呢？不要，住手，不会原谅你的。他这游戏其实还蛮有病的。哈哈哈，那家伙很危险的，快点逃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这样啊，那还真是遗憾了。你们再往回走就有一点，啊，话说有秘密通道来着，在某 Gates 的床下面有一个暗道的。我本来也想从那里逃跑，可是手脚都被弄烂了。哈斯，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谢谢你了，不过我就算了，我大概已经不行了。哈斯，就连我的意识都快跑远了，身体感觉越来越弱，好想再次和大家一起玩呢、啊。是没事的，是生火腿的花园啊，就在眼前吗？生火腿花园吗 ？Sir， 拜拜。哈斯他升天了，向着天空的花园似的。毫无痛苦的生火腿花园 ，Mogeko， 所有的魔龟口回成协议，把回归成协议的 Mogeko 被指引着走向乐园。生火腿大神是大慈大悲的，会宽恕所有 Mogeko 的罪行。你也来爱生火腿吧。哦，神啊！美丽的光辉缠绕着你，我们唯一的生火腿之神，和这悲哀的世界一起吃生火腿吧。还有一个蒙给口的灵魂渐渐地飘远，去吃生火腿吧，哈斯，拜拜，我们不会想念你。
拜拜了，哈斯。哈斯，哈斯拜。哎，刚刚好像跑进了奇怪的地方。哈斯挂了。捡巧克力，他的床很大哎、欸。这么大要给谁睡、啊？那个家伙其实是我的朋友，失去了重要的人十分难受。小妹妹，快看台阶，这样就可以去上一层了，这样就到了五层。小姐，共计还有三层了。是啊，五层，异形的某 gecko 会吃人。shit， 我到底在玩什么啊？有什么形状的东西？为什么有形状的东西都会坏掉呢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异端某 gecko 变光滑了？啊，对不起，什么事都没有。Hospital， 医院呢、欸？魔戒故事书，糖果，没药。虽然这也是医院，但武器可是堆得像山一样高哦。怎么了你？我胃好像开始痛了。确定这是电梯的声音吗？电梯会这样飘的吗？下流视频的广告。好色的药死了，好色的药死了，很硬的桌子，好色的药死了，好色的药死了，他们吃了好色的药就死了。树，好色的药，我就知道。死了，哭哦！好色的药，
了，他没有脸呢，死了，不是没有脸就是死了。哦，亮亮耶，太难看。好色的药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吃吃看，没有用。哦，喷血耶。Holy shit！好色的药死了。哇，什么声音？是什么？西夜透过门缝偷看。哦，你骗！那是什么？喂，呀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没怎么看到一些恐怖又奇怪的事罢了。这样啊。杀虫剂，我给口可以先用杀，可以用杀虫剂杀了掉吗？杀虫剂可以吃吗？看这是啥回？僵尸某 gecko？ 哎，不对吧？这完全……这是别种生物了吧？哎，不是僵尸某 gecko 吗？变成僵尸一样训，而且还是一样带脏脏的书。啊，那不是喷火器吗？这应该是杀虫剂吧？哦，很久以前我来过这里。好的，就是这个，那是 RPG。我认为那种东西，各种意义上来说，什么都可以一击必杀了吧。总之有这个就没事了，回去之前那个地方吧。RPG， 大量的武器，快，我也要选一个。下杠哎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让我拿？谁跟你只有你拿 RPG， 我也要拿。RPG 呢？而且你不是说你没拿武器吗？你不是有一把日本刀？莫名其妙。上完课，安安，晚安啊。
正在玩一个意义不明的游戏。这游戏的这游戏到目前为止，好多人都想要强暴我。John， 他有名字哎。史蒂芬妮。这楼全是僵尸哎！那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有点卡关。他说再回去那家伙那里吧。那家伙是指谁啊？好火大！可恶啊，竟然给逃了！我要抓到你们之后，决定要把你们大卸八块！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嗯？哦，对了，某盖子突然想到了好玩的事情，呼呼呼！好长的走廊啊，小姐。啊，是。到现在为止，每一层都遇到个特别的 Mokiko， 有点奇怪的 Mokiko 之类的哈斯他们吗？是的，稍微跟你说说吧，有关 Mokiko Castle 是如何诞生的事情。好，是。Mokiko。
地方有个虚幻的灵魂，有个人十分孤独，就创造了一个王国，这人就成为了国王。王国里需要王住的城堡，也是王友建造的城堡，没错，那就是 Mogeko Castle。Mogeko Castle 就住在王国正中央，在这个有一个城框空空的外壳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王想了想，就创造了七只 Mogeko， 那是就是特别的 Mogeko， 他们被分配到各自的城，成为各城的守护者。之后，王就在城堡里住，在王国中创造了大量的 Mogeko 来建起国家，王十分满足。端某，这就是 Mogeko Castle 的创世纪啦，小姐。谁叫他就是叫那样的名字呢？其实走这种完全什么都没有的路，让我觉得莫名的毛。异端某 get 口好可爱。哇，那边什看起来就是关着开这边嘛。啊？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全部都是 yes？ 哎、欸，怎么全都是 A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啊！
算了。一个是是，一个是 yes， 啊是有差哦，莫名其妙。小姐，是我。注意注意，你们听到我说话吗？啊，这声音是某给子。成立放送，成立放送，把女高中生跟异端者都给我抓起来。什么？shit， 这数量太多了吧？啊，小姐同志，我们快点逃走！怎么又来了？简直又是最高糟糕的局面啦！又是那个，快逃，小心别被追上！吓死我了！What the fuck？ 哇！哇，还是被抓到了。锵锵锵！这么白白的被引诱到这里来，真辛苦你们啦！哈哈，今天呢，我们给特别给你们一个准备一份大礼哦，请收下吧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因为人家把牢房移动到这里来啦。哦。住手！才不要呢！
所以到底放出什么东西来？我猜是超巨大的Mogeko。哎呀，不是哎，看这什么东西？那么可爱的小怪物，去把它们给我吃掉呵！才不会被你吃掉呢 ！RPG。这首这音乐我在哪里听过？一段我给口难玩意，跟你的体质完全不相称啊！小姐，你就别再利用小细节啦！你这怪物吃我一招，想什么？哇！他们都没了。重点是那家伙怎么样吧？啊？他有防护罩，太神啦！他有防护罩。第三魔戒指的防护结界，骗你的啦，小姐。RPG 是单发式的，我们还是逃吧。你不是说了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打他一招搞定了吗？抱歉，你抱歉个屁呀、啊！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对付这个七孔流血的白目？真是不太妙，这怎么样啊？到这里来，快点过来！